Chrissy 有意抗空，最爱两着干湿褛。其实我自己喺春夏季啦，同埋冬天嘅衣着，其实就会相差好远，因为我觉得春夏系一个比较即系舒服啲嘅季节啦，同埋想轻松啲啦。咁我今日就系拍摄咗两个牌子嘅，咁分别就系 Emoda 同埋 Morula 嘅，咁两个都系日本嘅牌子啦。咁所以我觉得喺 cutting 方面啊，或者系 size 方面都好啱我哋啦，即系好啱亚洲人嘅身形，就比较可以 slim 啲啊。呢两个日牌仲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同样出自女 model 的手笔 ，Morula 在2007年成立，由日本 model Momoko 任 creative director 一职，而 Moda 就在2010年东京涉谷出世，而担任 creative director 是著名 model 松本惠奈。唔通 Chris 有意步他哋后尘？邝空 ，Come 更上一层楼。头先系 total 就拍了五套衫啦，但我自己就好中意着紧呢一件。呢件系干湿褛，质地好薄啦，好轻身啦。咁同埋佢除咗呢一个斗篷之后咧，其实入面就是一个连身裙，一件褛但又可以有两个着法，我觉得好抵用。